咁我哋今日嘅两位主角咧就系何欣同埋何明嘅爸爸妈妈，欢迎两位，同大家打个招呼啊！大家好，我系何明何欣嘅妈咪，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系何明何欣嘅爸爸。爸爸妈妈，你哋有咩即系关于育儿方面嘅教育方面嘅烦恼咧？一个系做作业啦，跟住就系家庭方面，比如话两姐妹成日都嘈交嘅，两姊弟成日嘈交啊！系啊，姐弟两个成日都你一句我一句嘈交，跟住就系弟弟咧，成日都好唔听我话。哦，即系弟弟就曳啲。咁我想问家姐几岁，细佬几岁啊？家姐今年13岁，弟弟咧今年9岁。咁啊，妈妈头先就提出咗佢嘅担忧啦，阿爸爸。咁喺你眼中呢、這个问题系咪问题嚟嘅咧？都系，其中一部分啦。啊，咁仲有嘅。即系始终个大嘅，佢年纪大啲，好多嘢咧，佢识得观察。懂得 去發現問題，係咪先？再加之佢嘅作業啊，同埋學習方面，相對係比較自覺啲嘅。但係個細嘅咧，就始終都係思想冇咁成熟，即係比較單純啲。佢考慮嘅問題咧，就估計嘅問題冇咁多，係咪先？所以個自覺性咧係相對比較差啲。呢啲係正常嘅，即係我認為係咪先？我哋睇下究竟呢、這個爸爸媽媽口中比較鈎皮嘅細佬，究竟有幾鈎皮先？睇片嚇。这个叫飞象菊，飞什么象？飞象菊，那你和家姐形成弹子炮，哇！飞象菊形成弹子炮，你懂吗？你懂吗？哇，我不懂。不玩了，抽你，不玩了，不行，你自取啊！我是要跟你讲道理，快点，我要写作业，你等一下写不写？啊？你等一下写不写作业？不想写。那你干嘛？我干嘛？看会电脑就写了。看电脑是吧？对，那你电脑放小声点哦。好。姐姐好像妈妈的感觉。对呀、啊，对她很多都会管她教她。她姐姐说我老是不教育她，不管好她。他还是会自己开始的哇，但是这样不行啊，一边看写作业一边看电脑。耶，你今晚有边写作业边看电脑了吗？还放那么大声？你写多少啊？看一下。因为我们经常不在家，就他们两个在家。就姐姐在管弟弟啊。星星的星座。后面的那个。奖状是谁的？你不知道吗？姐姐的，哇，贴了满满一口气清晰，你不知道吗？个大嗰个依家读初中啦，即系两个由细到大到依家为止啦，全部贴喺度嘅。哦，两个人都有的，即系两个都有的。数码通哪个错了？你来看一下。贴近贴错了，轻松的轻，分字错了，剪字错了，坐字错了。干嘛了？快点写啊！再不写我就把你枪收了。想对我的枪干嘛？不对你的枪干嘛？就收了而已。不想收你好好写。你这把枪可是值12元。不就作业就咁啦，写两下玩具啊，玩具。黄金 M4。写到第几页了？36。快点啊！他写作业的时候。就会桌子上有什么他就玩什么，然后我们说话他会顶嘴，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，然后还会鄙视你，反正就是你说他都不听，然后写的又慢，质量又不好。28，减了1个2，那你就减1个2，那这边的不减了哦。中间什么叫中间的绿化？应该是22吧。啊，22？为什么是22？为什么？问你为什么是22？48/32。为什么是48呀？为什么要用48呀？24得8呀。24得8，四是哪儿来的？4个2呀。为什么要求4个2啊？弟弟就是数学一直以来都不好，两姐妹都是数学不好。
种题目我们已经讲了很多遍给你了吧？你还听不懂吗？我上上个星期教了你，爸爸又教了你，妈妈又教了你。同类似的作业，还不懂吗？我每个人都教他一遍，他现在还没入脑。我又开始教他，他听不懂，然后听不懂，我就反反复复教了很多遍，因为这道题这类型我们全家人都跟他讲过很多遍，他就是每一次听都不认真，然后每次都错。系啦，我睇到咧，家姐教阿细佬做功课咧，吓，即系净系做功课呢个相处咧，都系呕心沥血四个字，真系系呕血，呕心沥血嘅两个字，呕血。其实家姐同细佬嘅关系好唔好噶？即系除咗学习之外嘅生活方面咧，都几好嘅。哦，即系摆一齐咧，成日打交啊、嘈交，一下分开咗咧。又好掛住姐姐啊，又咩之類嘅，即係嗰啲我哋成日講嘅相愛相殺嘅關係係嘛？我問下我哋兩個爹哋媽咪先，你覺得即係呢一對子弟佢哋嘅關係好唔好啊？即係從佢哋嘅相處做功課嘅模式嚟講，其實應該係關係好嘅，但係咧就會姐姐其實會有各種嫌棄嘅感覺咯，因為其實可能佢相差四歲嘅時候咧，可能而且女仔可能又比較早熟啲，又比較乖啲咧，就會相對比較自覺。因為我都係個女會比較乖啲，咁你就會好明顯佢就會覺得媽咪啊，你睇下佢啊，即係佢就會中意呢種媽咪啊，你睇下佢，即係佢會覺得好煩。係咯係咯，你睇下佢又咁樣啦，你睇下佢又咁樣啦。哎呀，激死我了，咁之後就行埋一邊，即係會有呢一種咯。但係咁我見阿家姐又好殺氣喎，即係家姐全頭，即係從頭到尾都係殺氣嚟嘅。係啊，一樣嘅。佢話：我話你有時教下爹爹啦，我教咗佢啦，佢都係唔聽或者咩嘢，唔聽我講嘅。爹爹係我哋去教，我教咧反而又仲係爸爸教會好啲。我去教嘅時候，我去教嘅時候頂啊，明知做錯我唔係咁樣。有佢有時佢話老師都係咁話，爸爸都係咁話。總之就唔聽我嘅。你有冇諗過點解爸爸教又好似好啲咧？佢就驚爸爸，驚爸爸，驚爸爸係真係嗰種威嚴好驚咧，定係即係覺得爸爸堅啲，我信佢多啲。不如睇下爸爸又點樣教小朋友做功課先啦，睇下片先。學校有點精緻。題目是什麼？我們沒學過。那個槍不要玩，先把作業做完再玩嘛。即刻收埋啦。那怎么办呢？我又讲几多佢都冇用嘅，那就别写了。叫姐姐帮你检查。给我。你再这样子。来，检查，快检查！你想不想看电视？你这话说好像是你帮姐姐逃命，你帮我写作业一样哈。嗱有 friend 嘅喎嚇，有黐住姐姐，關係好好嘅，可以睇出。有啲玩具，那些卡片把它收好啦，快啲，不要搞到亂七八糟的。我放到下面去。你要玩的时候再拿出来嘛。我放到下面。这个不知道吗 ？Bus。不知道。Bike。一天的。Boat。这个喔，船喔 ，ship。Sheet。Boat 是玩具船，对不对？Boat 是 B-O-A-T， 就是船的意思。就是。还有一个是轮船，好像是 ship， S-H-I-P， 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没错吧？宝宝未老呀。瞬间搞定。家里都是学霸是吧？家都是学霸。对啊。今天做了几页？今天起码有做了20多页，等我从19页写到40多页。你给我看一下。看你做的怎么样才行呢？你做的多没？做的多要对才行呢。你不要以为说啊，做了20多页就 OK 了，一天做那么多就不怕了。那你要有合格率才行呢。第十，是不是？那一页就这么一点点，太坑了吧。知道不行了，走人。你怎么就没见他身材这么好？你看看这个。好多啲計數題好簡單都會做錯啊！夏明，夏明，夏明，你過來看看，不要打牌先，我們一起看完先，好不好？呢個係真嘅笑聲。Books 就是拿那些書，書應該放在什麼地方 ？Bag。書應該放在什麼地方？放到書包裡。你拿個凳子坐這裡來，我跟你一起看。
五五，快点啊！不要急，你光做完了，你不看有什么用啊？做出来要做，要做做对才行啊！白手起家，日积月累，对吧？依依不舍，山珍海味，尽力而为，黄粱一梦啊！对啊，黄色的黄嘛。妈咪，你终于回来啦！写作业。阿爸帮手辅导嗰时好乖好听话吧，遇到阿妈又系点样承认啊？你为什么不认真的对待？不聊了，不聊了。就是这样子，成日都坏嘅都系咁喎。吃鱼了是吧？明天继续。我买什么呀？唔好开广告翻嚟，乖乖仔女继续为你播出。妈咪，你终于回来啦！写作业啊，再改作业吧。他的成绩出来了，我那个高考高兴翻嚟啦。八十就是，这有什么好说的？是啊，八十分也算 A， 现在怎么是八十几？怎么样，很难啊？啊？没有啊。是不是很难？嗯。嗯。嗯，就认真一点，动脑筋想就可以啦。给我贴高价。你又说贴着不方便。睡觉再贴了。你赶紧写好今天的。需要多少页了？前面的爸爸帮你检查没有？嗯。都对了。很多做错了。哦，家姐喺厨房煮餸啊！是随便乱搞，好乖哟。有时会帮下手，生女好啊，生女好。你为什么不认真？因为佢毕竟到咁上下年纪，你有啲嘢要开始培训噶啦，系咪？你为什么不认真地对待？其实生仔都好嘅，听话就好咯。你赶紧去看就核心嘛。好了，赶紧写啦，认真的，不会就动脑筋，就是这样子，不准赶时间，成日都坏嘅都系咁喎。数学我不满意，真的。哎呀，妈妈这个气叹得很足。即系我觉得好似家姐教做功课咧，真系好似个家长咁样。嗯。咁啊系咯，我想问你嘅小朋友，即系大女啊，有功课啊，咁佢嘅专注度点啊？差唔多同佢个仔。其实系会。我女都系有少少拖延症嘅。系。咁我见到咧，嗱，初级教师、中级教师同埋高级教师咧，三个人教啊细佬做功课咧，有三个效果同埋反应。嗯。系咯，点解会咁？即係其實啱啱嗰條，淨係睇嗰條片嚇，睇得出嚟咧，就其實家姐咧係即係喺度有少少扮權威，即係爸爸媽媽唔喺度噶啦，嗱，有高高在上的感覺，有一點臨下的感覺，所以成日都問點解會咁樣㗎？點解會22啊？點解會4.8啊？乜乜乜？即係其實你作為一個被輔導嘅人，成日都俾人咁扎住，其實係好唔舒服，心裏邊好唔舒服。係啦係啦，咁媽媽咧，媽媽。其實淨係話啊，你要專心啊！你點解唔專心啊？即係都係即係唯獨係爸爸會好具體咁嚟，我哋嚟睇睇呢個詞係點，即係會真實實在在可以幫到佢。係因為爸爸直頭就係講 boat ship， 係啦，係講到嗰個。即係小朋友會覺得哇！你真係寶刀不寶刀未落嚇，即係小朋友其實係好佩服爸爸嘅，即係呢個第一。第二咧係爸爸會好耐心咁，即係一個詞一個詞同佢一齊過。即係其實好多時候，小朋友係需要一啲即係實實在在嘅幫助。我哋成日都話要連結啊嘛，即係你唔好成日係指責佢、鬧佢或者係批評佢，而係用多啲鼓勵嘅方式，多啲實際嘅幫助，先可以幫到佢。明白。所以咧呢一樣真係咧，即係天下父母咧都好怕。嚇又好激氣，但係又必須要面對嘅問題就係輔導小朋友做功課嚇。咁我哋見到咧功課咧細佬已經係做得慢吞吞㗎啦，心不在焉啊，又成日有開小差嘅情況。咁唔知佢喺日常嘅生活當中係咪都係咁咧？定係話佢淨係做功課先會咁咧？我哋一齊睇下片。可以開飯咯。開飯咯。哦。開飯咯。
大房佢要話食飯，佢第一個第一個坐飯台係啊係啊。咁食飯比做功課容易好多。但係佢有時都最慢咧。咁樣食飯就冇壓力啦嘛，係咪先？做工作做功課大大小小都有壓力啦嘛。會唔會媽媽煮嘅餸又好好味咧？細佬總係好捧場咧。係啊，佢成日都話。佢係中意媽咪煮餸多啲。哇！食到幾開心。恶心，吃鱼了是吧？来，多吃点鱼，学会吃鱼了啊！明天继续。干嘛？明天继续买鱼啊？不买行不行啊？你也有意见啊？啊？你小时候多爱吃鱼啊！这个反问句很好。其实我觉得佢好醒啊。系啊，佢成日嗰啲点咧，佢思想系相对系比较成熟嘅。我小时候很乖的。嗯，这个是。不吃鱼。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不吃鱼？为什么要吃？吃鱼，营养高啊，对身体好，脂肪少啊，做好一点。我们都是吃完的，就你没吃完，你怎么做的？现在是我们在陪着你吃饭，捡起来。哎，我发现咧，好似咧啲家长闹细佬嘅时候咧，啲家姐都会咁样，好开心啊！系啊系啊，喺隔篱喺隔篱就系，你睇你几有，抵你有咁乖咁嗰种感觉。吃干净还没干净，他俩这样子在幼儿园吃完饭，这不算合格。吃个饭还要讲合格？那肯定了，这样子就到了。不能浪费粮食，就是说一定要吃干净，从小就要教育好嘛，从幼儿园从娃娃抓起。李农唐李白，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，四海无屯田，农夫犹饿死。是谁写的？谁写的？李白。杨小兰。咁啊，阿媽咧就好中意勞氣嗰陣啦，因為就好希望佢食多啲。其實佢食飯都好似做功課嗰時候，好慢嘅食飯，個狀態好似。佢一餐嘢食幾耐啊？四十分鐘最少啦。嚇？四十分鐘最少。哦，但係四十分鐘三年班差唔多都係，即係我女嗰時候都係差唔多呢個時間。啊！而且關鍵是他在吃他不喜歡吃的東西。係啊。系啊，佢唔中意食鱼啊嘛。系咯，佢如果真系食自己中意嘅，好快食完啦。系啊。快点喎，他要洗碗咯，再给你。有点进步才行啊！你看，他吃了半碗饭。十分钟，如果你还没吃完，就到你洗了哈。十分钟，五分钟吃完啊。现在啦，五分钟没吃完就你洗碗啦？我可是给了你时间的，轮不到你说不行。轮不到你说不行，你们。对何明来说，可以打就多打一点，可以打就多骂一下，因为他太欠揍了，所以说他是不讲理的，跟他讲理是没用的，跟他讲很久他才能收来那么一点点，所以直接打他就可以了。他是吃软不吃硬的。五分钟到了没有？还有两分钟。没事，慢慢来，不着急啊。还有两分钟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怎么吃？你把这菜吃了。慢慢来呀，不用扒。慢慢来，都叫你慢慢来了。扶着碗，扶着碗。哈哈，你真有力啊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，送饭，送菜，送菜。菜菜菜，不要吃白米饭了。不要吃白米饭，不要吃白米饭。椰子。人家放松了。没事，何心说叫你慢慢吃，慢慢吃。掉了，掉桌子上了，掉掉，捡起来吃掉。掉到桌子上浪费也算啊，要吃干净啊。又扒一点点，不要，不要看够了吗？还没够重。口里嚼，吃干净，吃干净你的饭。吃掉了一点点。粒粒皆辛苦，四海无田田。刚刚对那句话谁说的？快点吃干净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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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哎。把整个桌子都填一遍，要不要？
对啊，每餐都是我最慢了。为什么呀？吃的慢呗，跟家人讲话停都停，停不下来。哎，但是我觉得细佬讲的这个说话真的肺腑之言，因为跟家人讲嘢停都停唔落嚟，即系证明佢好中意同屋企人倾偈讲嘢。佢真系好多嘢讲嘅，即系好事咁系咯。食饭嘅时候，台饭台对于成人嚟讲咧，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沟通时刻。唔系，仲有其他咩时候啊？其他时候又要做功课啦。咁點解一定要逼佢食魚？即係我哋心目中咧，魚咧相對嚟講冇咁兒戲。魚係高級動物，又營養係充足嘅。我諗係一個笑話，即係笑話啊！即係兩個小朋友話：，誒、哎，你點解？你知唔知點解爸爸媽媽從來都唔挑食嘅？嗯，咁我點解？因為佢哋買嘅全部佢哋自己中意食嘅嘢咯。所以其實就係呢個背後嘅心理，其實爸爸媽媽。你可能未去想過，你究竟是出於什麼心理呢？我其實就要你聽我的，是一種主權的戰爭。其實吃多了就會慣的了。在我們珠三角地方呢，是魚米之鄉，魚是即是多數的，即是大眾化家庭，基本上個個家庭都要吃的，即是很大眾化的食品來的，你為什麼不吃它呢？點解唔食？因為唔好想多咗，我驚佢長肥啊！你知冇？食咁多雞肉。我想問一個問題，佢唔食蝦，點解你唔逼佢？點解佢唔食魚，你要逼佢？呢個問題，所以我唔明點解咯。咁魚係我哋，你知啦，你知啦。我想問阿爸爸，你係咪做賣魚生意啊？定係養魚？點解一定要食魚啊？其實我理解，可能魚咧係比較好普遍嘅，係啦。价廉物美，然后又能够提供营养物质，就比较这个我理解。但是我哋系即你要从你嘅出发点啦，你自己中意食鱼，你就逼住佢，想尽办法逼住佢食，好似你话食多几餐就得啦。但我到而家都系唔中意食鱼噶，我都系。其实所以系咁啊，周老师你总结一下咧，就系话有咩 tips 可以俾到我哋电视机前嘅家长，关于呢、這个。餐台的教育，我們的飯台應該是一種怎樣的模式呢？餐台呢， 我自己是覺得，就是那個氣氛融合和開心最重要，就是千萬不要變成批鬥會，就是經常是。第二就是說，小朋友即係中意食呢樣唔中意食嗰樣，其實都好正常嘅。如果你係想佢營養即係均衡，你其實有其他辦法，唔係話一定要逼住佢食某一樣嘢。第三就係話，我哋冇將嗰個餐台變成權力之爭嘅舞台，即係都要聽我嘅，即係變到就好唔愉快啦。一家幾個人都坐埋一齊，好輕鬆愉快咁食飯，其實。對小朋友的成長其實很重要的。我也想知道，究竟何銘，當他身邊沒有爸爸媽媽這些批評的，或者是姐姐這些教育的語氣跟他說話的時候，那他有他自己喜歡的事情做的時候，他會是怎樣的呢？你的象棋呢？象棋放在下面，你要跟我下嗎？我不會。那你跟姐姐下咯。她都不會下。我走完一步，其他骑马呢要想十几分钟才走一步，好烦人呢，我都不想跟他下了。哎呦，来我跟你杀两盘。爸爸鱼，爸爸又识咯，所以咪服爸爸咯，爸爸同佢好似感觉对等啲。我以前弟弟好黐我噶，即系好听，即系话好去边度都跟住我。而家咧佢大咗，而家三四年，佢话妈咪我又爱你又恨。啊，咁恨喺边啊？佢话。我太啰嗦啦，话得佢太多，管得佢太多。被限制住了。对啊。一盘。输了没有？哎呀！输了，输了，输了。下一局，我不会，我教你，我教你。哎呦，你当初忘了我是怎么学来的吗？你是自学的，你在托管学的，我从来没有。为什么你觉得自己学不会的？而你呢？太难了，佢教嗰下就学嘅都好少。我不想学。唔怕嘅，你咪输俾佢咯，冇所谓噶。
細佬啊，教育翻阿媽。其實咧，佢而家等於同阿爸爸相處咗啦。好啦，呢個時間佢想同媽媽相處。係啦，我又唔俾坐喺佢身上。叫你爸，那你去嘛？去。我跟我姐相处。一遇到象棋，细路仔立即变身严师。不会跳棋。睇下阿妈点样嗌投降先。在军中最威风。哎，这个就跟你逼他吃东西，吃不想吃的就不要。因为其实可能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唔中意打。吓，羽毛球世界冠军竟然唔中意打羽毛球，因乜解救啊？都系我妈妈。唔好行开，广告翻嚟，乖乖仔女继续为你播出。覺得係真係仔，係真係黐阿媽㗎，成日都坐喺我身上。唔係，但係佢，但係佢黐住你係你嘅幸福嚟㗎喎，好開心。大咗佢唔黐嗰時，你又可能懷念㗎。係啦，所以好珍惜。係啊，這又不是說是暑假最後一天晚上。可是我怎麼也學不會啊！我哪裡記得了那麼多東西啊？又什么说什么？你跟我说的一规矩说马走日，什么走什么田，蛇走斜向，又说什么什么的，根本就不会。大哥，我是下一个。凭什么？你这种态度是命令我的。就别说，到时候你们那个王氏冷福田要举行个，比如说。我们那个王氏冷福田要举行一个象棋大赛嘛，这个时候大家都不会下象棋。你看，你看，他都说他劝妈妈，你看。你说，你看看，哎，你们这帮人都不会下象棋，就我会下象棋，来叫我老大发。这就叫老大。好醒目，哥哥。他讲嘢系好成熟。超醒目，我不会啊。不会才要学呀。你来做老师啊？对。来，这样先拿走。啊。你看，你看。怎么放？你要。车的走法。就是咱们只学车和炮的，好妈也生无可恋，连车你看，好迷茫的眼神。哎，这个就跟你逼他吃东西，对，一样一样。哈哈哈哈哈！啊，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。叫我学学学，我学唔识啊。敌方挡路可吃掉，敌方挡路要暂停着炮。炮呢是格子的进攻，就相当于像古代的大炮，要有一个炮架。把炮孔抬高，我问你，棋盘里面对方的阵营最后一条线叫什么线？不知道啊。底线。底线啊。上一条线叫次敌线，这一条线叫布置线，这条线叫兵线或者竹林线，这条叫巡河线。你从哪学回来的？从那个电脑学回来。你道理都会了，为什么你还下不过爸爸？什么？你还要去打击他？我讲的是线。他吹水吧，我咪顶水咯。成年人，你觉得我可能下得过他吗？哥们，其实你的头脑不错的呀，你可以超越爸爸的吗？还笑，你的棋路不差的，是真的，不是。你看你一夸他，一肯定他，他情绪就不一样了。是我。我见到阿细佬捉象棋咧，其实咧，我发现到咧，其实佢冇嗰种咧喐嚟喐去啊，行嚟行去。好专心啊！系咯，我见到佢认真个样咧，其实佢都好认真。因为佢中意。佢中意。佢中意呢个项目。其實大人都係噶，但係我中意嘅嘢，我協我陪你玩咧，我就未必咁專心啦。佢係托管子學翻嚟噶。誒，你哋記唔記得媽媽唔中意捉棋嘅時候咁嘅樣都係咁噶啦？好被動嗰只係嘛？純粹係陪你玩一樣噶嘛，一樣嘅道理。嗯，係啊。咁其實打羽毛球係咪你好中意嘅哋？唔係喎，唔係啊。因為其實可能識我嘅人都知道我係好唔中意打球。咁係點解唔中意打球？打到即係咁，我都係我媽媽逼你逼我嘅。啊，咁樣啲魚又要繼續上餐台啦。咁即係，但係我係覺得咧，即係我自己一路過嚟咧，咁我係覺得家長係咪需要俾咁大壓力自己？但係你會唔會有啲即係同事啊、同行啊，係又唔中意，又練得難受，又攞唔到冠軍？其實會有咯，其實一定會有咯。咁我都話好似我攞奧運冠軍，我媽當時同我爸爸講咗一句話，後屘我爸爸係私底下同我講翻，佢話我媽當時就話：好彩佢攞奧運冠軍，如果唔係佢驚，即係我驚佢怨我一世。即係我覺得作為家長，係咪真係有必要？將咁大個責任，即係我哋係可以幫佢揀一條可能好啲嘅路，但係有冇必要將咁大嘅責任孭喺身度咧？咁我覺得，因為而家嘅小朋友佢嘅自主權都係好高，咁而且你亦都揾到佢係真係中意嘅嘢，係嘛？咁佢又肯專注。但係我覺得咧，嗱，你講到興趣班，我又有一樣嘢想講啦。我發覺
小朋友參加的興趣班都是大人的興趣嚟嘅，好多時候，而不是小朋友的興趣。小朋友的興趣不幫佢，佢問過佢，佢樣樣都不去啊！我幫你慳錢啊！你如果逼住佢做一件不喜意做的事，仲要想從中鍛鍊佢佢嘅專注力，你咪相當於即從反方向去咩啦？本身是一件好，我哋咁樣講嚇，專注力呢樣嘢本身大腦講翻大腦嘅即构造也好，或者是他本身就是不专注的，他本身是分散的，所以不专注才是我们的常态，大脑的常态，对了，所以专注他反而是需要极大的这个努力才能做到的东西。我们家长要不要，就是说我们家长要不要按照他的需要去投其所好，即是你根据小朋友本身最喜歡最擅長的一部分去發展，因為 你其實哪個方向都可以培養到他專注力，你為什麼不用他最擅長最感興趣的一部分呢？我們剛才已經見到銘銘不專注的時候是怎樣的啦，那我們再看多些生活的片段，看看銘銘還有哪些閃光點在他身上找到更多的方法的。丟了丟了，沒用了。不點一下，對呀，可是这把枪我花了10块钱的买，这把真不划算。你看你把15块钱是你买的，对啊，花了我这么多钱，还不划算了。这么小就15块，那个才9块9，10块，那个9块9，10块，他们还有多少钱？我49块，数一下。哎，不是50吗？没有，给你一块小费吗？40，昨天48，今天加1块49。喂，数一下看一下，还坐在我身上来干嘛？嗯，有什么好数的咯？昨天才数啦，我还又不是很有钱哦，我都还没数自己有多少钱。反正何明，你的钱可不准乱花哈。2块，3块，那怎么何明？那怎么搞呀？你的期末这个样子来出成绩，又不知道具体的分数，就是我怎么奖励你啊？学艺术啊，这是什么？几多分有奖励？啊，99分，西安市小学真不哇，有多不是整个区都这样的、啊？整个高门区都是这样评 A 级 A B C。那我怎么给你奖励啊？奖一半，可以啊，奖一半。什么一半是多少？你的奖励是什么？就奖一半呗。奖励什么？奖励什么？奖励，20块，21半，奖10块。奖10块，嗯，10块钱，我等一下呢，是定期打钱给我花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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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欢呼！佢想成日都想买零食买糖，超中意食糖。就我感觉10块钱好像买不了什么东西。我作为小朋友还是可以买一点东西。妈妈需要买，大钱我自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我去看看象棋。你拿象棋干嘛？为什么不能玩呢？这多少钱啊？那你这个可以买你的文具啊。象棋，买这个，买这个象棋。我妈平常叫我呢，都多叫我买些学习用具，然后平常就听她的逼买些学习用具，买些尺子笔呀、啊、那些的。有时候我还买了一副象棋，太贵了。走了走了，我不想跟你买这些。是吧？那你10块钱是我自己的，我自己来花。那行吧，我10块钱给你，随便你买吧。好啊。他没教过我钱应该花在哪里。嗱，我想问下嘉宾，你哋屋企会唔会咁样设置呢个奖学金呢？會有獎勵，未去到咁細。以前咧就係專門印花嘅印花，每做一件家務一個印花，集集齊幾個印花。佢之前喺某間商店見到啲咩好嘢，我就應承會俾佢。即係滿足佢一個願望。係咁，其實姐姐咪比較買幾貴啊？姐姐就自己錢存翻，佢想買嗰啲嘢會問過我下先嘅。弟弟即係有1蚊嘅，我就買卡片玩啊，買槍啊，買糖啊。咁佢嘅學業有冇進步咗喺你嘅獎勵之下？好似都有用，有事事嘅。佢考得好好，翻嚟话妈咪好开心啊！嚟俾5蚊鸡嚟，考得唔好嘅就
唔話俾你聽啦。報喜唔報憂，因為要扣錢啊嘛。係啊係啊，原來咧係對學業係冇幫助嘅，但係咧都有一個少少嘅進步，就係佢好似對錢有概念啦。咁其實即係好處多定係壞處多咧？咁樣一種激勵機制。妈咪用金钱作为奖励，你的期末这个样子来出成绩，又不知道具体的分数，就是。金钱究竟可唔可以同成绩挂钩呢？专家话过你知咧。学习即系功课系变成一个为咗钱而做嘅嘢，就可能系变到就系咁。冇钱我唔好行开，广告翻嚟，乖乖仔女继续为你播出。咁樣去設置呢個獎學金，咁但係原來係對學業係冇幫助嘅，但係咧佢好似對錢有概念啦。咁其實即係好處多定係壞處多咧？咁樣一種激勵機制，嗯，即係有一個好著名嘅故事，即係有一群小朋友喺一個老人嘅窗前踢波，好嘈，嗯，咁啊老人家就覺得即係夜咁嘈好煩，咁佢就有一日就攞出好多錢，一個美國的故事，一個美國的故事，即係一人俾$5美金，即係啊嚇，好多謝你哋喺我窗前踢波啊，令到我好開心啊，見到你哋嚇，咁啊小朋友好開心，第二日又嚟啦，咁第二日佢就俾$2，咁啊第三日俾$1，啲小朋友就覺得哇，佢點解咁孤寒嘅？即係越俾越少啦，我哋唔喺度踢波啦，我哋走啦。即係明唔明嘅意思啊？明啦，明啦。即係其實變到佢本身係自己好快樂嘅喺度玩嘅嘢，變到係為咗啲老人家做嘅嘢，最後你俾咁少錢，我唔做啦。所以其實如果你希望佢將學習，即係學習本領、學習即係功課係變成一個為咗錢而做嘅嘢，可能我最後就唔學習啦。變到就係咁，冇錢我就唔做。我哋見到小朋友買唔同嘅嘢，即係特別係用佢自己嘅錢買嘢嘅時候，佢嗰種興奮度係唔同噶。啊，其實咧，當小朋友到咗可以有零用錢個年紀，佢哋應該點樣即係使用佢哋零用錢咧？我哋家長點樣引導咧？所以其實我覺得真係冇咩標準答案，但係我自己覺得可以，我自己係咁認為啦，即係話如果你俾到錢俾佢，你無非係想佢有啲錢嘅概念。想佢知道即係錢係點樣可以點樣去用，去買到啲。如果你交到呢筆錢俾佢，就要信任佢。佢可能第一次使，佢就係亂咁一次就使完啦。但係下一次，當佢想買一個自己想要嘅嘢，你話你唔係有錢嘅咩？跟住我錢使曬啦，哦咁我冇辦法啦，你下個月儲啦，儲埋再去買咯。咁佢咪就從呢次中間學到。哦，原來我係要留翻，等我最需要嘅時候用嘅，或者佢就會下次就知道要慢慢儲埋。咁我哋見到其實佢係一個既聰明，亦都可以喺有自己興趣嘅時候好專注嘅小朋友。咁佢嘅內心希望自己同屋企人點樣相處嚇，又同家姐點樣相處咧？咁我哋不如一齊去聽一下咧，就何銘小朋友佢自己內心嘅真實嘅諗法啦。爸爸妈妈，你对我们的教育方式，我以后希望你们该严的时候还是要严，该松的时候要松。爸爸媽媽聽完阿仔阿女嘅內心獨白，有咩感受啊？都覺得佢喺屋企嗰啲話我啦，媽咪，我又愛你又恨你，佢話我管得佢太多。即係通過今次咧，我都收穫都幾大，翻去對佢
有所改變下咯。嗯，點樣改變呢？該放手嘅就放手啦，冇話強迫佢唔食魚啊。而且你唔強迫佢食嘅時候，佢有時反而中意試下。係啦，係啦。咁啊，爸爸咧？經過呢次節目之後咧，即係覺得教育方面有啲嘢要改變。譬如咧？譬如有啲嘢真係要投其所好。唔好話按照自己嘅思路百分百去走，係咪先？有啲嘢即係唔好話百分百投其所好，但係都要跟住呢個思維去走，係咪先？佢兩個講完之後咧，其實我覺得我參加呢個節目，我都學到好多嘢，好多得獎。反而仲係嗰句説話，就係每個個體係唔同嘅，即係等於嗰句説話，因材施教嘅。係，即係所以話人哋嘅特長可能係你嘅特不長，係嘛？即係就唔好去夾硬去做呢件事啦。咁啊，傑文咧？即其實對兩個小朋友嚟講，佢真係去欣賞佢哋唔同嘅一個特點咯。喺佢哋兩個人當中，一定要挖掘到佢哋兩個人屬於佢哋自己的一個優點咯。我覺得呢個係比較重要。但係呢個觀點我都係啊，但係嗱，我見到咧喺我哋呢個節目咧，其實用觀察的方式咧，係令到大家得到很多嘅啟發。與其話我哋喺度教育小朋友，其實很多時候是小朋友啟發了我哋思考。所以今天咧係特別多謝咧，就係何欣何銘的爸爸媽媽上嚟我哋節目，將我哋帶到佢哋屋企，係分享佢哋嘅經驗同埋講出佢哋嘅困惑。咁同時亦都令到我哋咧係受教不少，受益無窮嘅。咁啊，好多謝電視機前咁多位朋友咧，就陪伴我哋嚇，我哋一齊學習，一齊成長。記住，我哋嘅學習熱線係02061292468，又或者咧可以用你嘅手機掃描我哋屏幕下方嘅二維碼，關注我哋乖乖仔女嘅微信公眾號，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嘅教育經驗同心得。今期嘅節目就到呢度結束啦，下一期同樣時間我哋再見，拜拜。為咗部手機，無止大戰一觸即發。咩好咩？我哋都唔想啲咩咩。哥哥真的脾气有点爆了，对呀、啊，细路仔脾气火爆，阿妈无力应对，大声控呗，对，不要玩手机啊，先玩后机，先玩后玩，我要玩手机。容易发嬲嘅细路仔点样教好？下期乖乖仔女同你一齐探究。猪有病。